上的云，地上的夜华，是不是像白云一样？是白云，是白云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睁开眼睛，它就是一朵白云。Selina 要摄影大哥摸一下，欢迎了挺度任务疯婆子。Selina 担任女性用品代言人，超称职。访问室热情邀请摄影哥哥们试摸。夏哥，你一定要摸摸看，不要让现场你们不要躲啊！这个是女生最重要的好朋友，真的，来来来来，尤其是呢，你们可能都会跟你们的另外一半来共舞。话说，目前站起来用不到女性用品的好姐妹 Ella， 在脸书分享挺度热舞的影片，还自奉地表最狂孕妇。Selina 可是被吓呆肉。我真的在看的时候，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。我想说，这个疯婆子，就跟 Ella 讲，我说哇，进保以后都不用担心她会晕车晕船了，因为在你肚子里面都晕成这样了。这样，我每次只要聊天室呢，就叮一声，或者我们的聊天室响了，我就想说，羊水破了吗？羊水破了。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们就是全部人都很紧张，都很期待的到来。我就打算，我下次见到 Ella 的时候呢，我就要摸着她的肚子，我要跟静宝精神谈话，一定要选在呢阿姨在台湾的时候，干妈啊，干妈在台湾的时候，然后有空的时候，一定要在那天出来哦，因为我想要在第一秒钟就可以看到她。我来问他好了，看要不要开直播，要开直播，要开直播，因为我知道有跟你说，哎，你既然都放那个影片了，要不要当一个更特别一点，史上第一个直播生产的人？哎，其实我觉得 Ella 这种人啊，你鼓吹他一下，他可能会答应。如果 Ella 愿意这么做的话，其实是给我们全世界人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的教材，真的可以鼓励他哎。